安装侧板，准备好侧拉中圈。注意此处使用普通侧板，将侧板较长插柱一端向下，对准中圈卡槽按下。同样操作安装另一侧侧板。安装后板，将后板有插条的一端向下，对准中圈后面的卡槽插入。继续安装中圈，将中圈四角卡槽对准下方侧板插入按下扣紧。继续安装侧板及后板，重复之前步骤，完成侧板后板的安装。安装门中框，将门中框四角卡槽对准下方侧板的插柱按下扣紧。继续安装侧板及后板，根据之前步骤继续安装侧板后板。安装 U 型框，将 U 型框四角卡槽对准下方侧板的插柱按下扣紧。重复以上步骤，完成其他层安装。安装顶层专用侧板，安装顶层侧板时注意要使用顶层专用侧板。按照之前步骤继续安装后板。安装门档，将门档口按入顶盖前端卡槽内扣紧。安装粗钢管，将粗钢管对准顶盖侧端的插孔，插入后向前推进，使钢管嵌入顶盖内两个圆形卡孔内部。安装顶盖限位键，将钢管限位键安装到细钢管上，钢管限位键要用力安装到位。安装顶盖细钢管，将细钢管有钢管限位键的一端插入到顶盖插孔内。安装顶盖锁紧键，将顶盖锁紧键对准顶盖插孔插入并用力按紧。安装顶盖，将顶盖有两侧有圆孔的一端向前，顶盖四角卡口对准下方侧板插住。注意此时只需将顶盖后面按下扣紧。安装门梁，安装门梁时注意区分门梁 A 与门梁 B。 首先在门板上方安装门梁 A，将门梁插柱对准门板卡槽按下扣紧。门梁 B 按照同样步骤安装。
安装把手，将把手对准门板上的圆孔扣紧，将门板安装在框架上，将门板下方插住插入门中框插孔，顶盖插孔对准门板上插住按下扣紧。安装挂衣杆，将挂衣杆两端嵌入顶层对应侧板的卡口中扣紧。安装面板，将面板上方两侧的卡扣对准抽屉上方两侧的卡扣嵌入，然后将抽屉立放，用力扣紧面板上下卡扣后，将抽屉放平翻转到内侧，用力扣紧卡槽，确保面板下方卡扣已经扣紧。将抽屉安装在框架上，将安装完面板的抽屉倾斜推进产品框架中。安装滑轮，将产品背部向下放平，在底部中圈四角的卡槽安装滑轮。安装时注意调节轮开口较小的一面向外。调节滑轮可使门板平行。安装细钢管，将两个细钢管分别对准底部侧拉中圈一端的插孔插入，然后在钢管的内侧安装钢管限位键。安装底座及吸钢管，先将两个滑轮安装在底座下方，再将底座一侧的两个插孔对准下方的吸钢管插入，用力按紧，然后在底座上方的两个插孔内分别插入吸钢管。安装中间链接键及吸钢管，将中间链接键有把手的一面朝外，下方两个插孔对准吸钢管插入扣紧，然后在上方两个插口分别插入吸钢管。安装上端连接键，将上端链接键有把手的一面朝外，下方两个插口孔对准吸钢管插入扣紧，并将内侧插口与顶盖吸钢管连接扣紧。产品安装完成。